是这边家，然后我在饰演那个小，不，在小燕子里面饰演的是猪太郎，因为大家看我的样子，就大家知道我就是演什么样的角色。嗯，然后就是这一次是很开心的服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在旁边这一位，我想他会用这个最新的造型，然后跟他的米娅好好的来互动一下。还有杨明威先生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杨明威，那我在这里面饰演的明显就是勇者。然后我要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演出，让就大家很充分了解勇者是什么特性。是。我好清楚哦，我个人觉得。演的角色是完美梦呢，就是上面示范的班长，就是一辈子想要当班长的那个。对对，很烦。不会不会，就大家也会让你一直当班长，这一出戏从头到尾都会是班长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希望班长在未来的时候也会就管理同学非常的愉快。他们其实不太喜欢我。我也觉得他们不太喜欢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廖仁明起那个漫画当中的角色嘛，就是未来希望你们不要在心中太排挤他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要维持的。我懂得懂。好，那在我旁边这个，我懂不懂？班长没有朋友。好，我们来欢迎的是我们的王友良，他是大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van 王友良，也是来自香港的。那很开心这一次可以演那个大爷建议这个角色。那还有我身边就是我的超级好朋友珊珊。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珊珊你好。对，我们基本上都永远住在一起的。是。对。所以珊珊没有要讲话的意思。我是夏天，我是夏天。好，珊珊来迟的说，来，珊珊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宏轩。然后这次戏里面我演的是珊珊，就是大爷最好的朋友，去哪里都要一起。运动啊什么的，是我们的专长，功课很好，长得很帅，谢谢。我不敢说这一句，好，你可以说。功课很好，长得很帅，然后心里的运动到在一起，所以小燕子在麦里面可能会去健身房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好，但是漫画无限的可能希望变成真人版以后，大家都会更加的喜欢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欢迎黄德峰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德峰，我饰演的是山田，然后山田就是一个很乐观，然后每天都一直在笑的，然后笑的台词比自己讲的台词还要多。来笑一下，现场笑一下。到地了。我先跑，我叫大家看戏。现在连跑一次了吧？那大家都叫你跑了。那你可以跑吗？好想跑。不跑啊。好，我在讲的介绍过程当中，感觉就相当欢乐，就是老师就有点不是很开心。那老师先下来跟大家见识。见个面，陈德修，欢迎。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德修，我饰演的是木川秀之老师，就是小丸子他们三年四班的职任老师。那其实我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其实我第一天演的时候，其实导演挑战我蛮多东西。啊，真的。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说，第一个这个老师的这个年纪的感觉，对，因为可能我看他没有注意到，他必须讲话的速度，像讲话前后不能像我这样讲话。是。如果我要在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是要说大家好，我是木川老师，都要变得比较缓慢。对，其实是我觉得是还蛮有意思的挑战的感觉。真的，那我们这个把那个动画变成了真人版漫画。太兴奋了。是，还奶奶你拍拍都没有房间。慢，才刚开始就入戏了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对对对。基本上我超喜欢在这个戏里面，因为呢，我吸收到很多青春的气息。是。对，我有补到。哈哈哈哈哈。旁边都有美女啊，乖女儿，不是乖女，乖孙女。哇，奶奶跟那个漫画里面奶奶就一模一样的奶奶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是啊。真的。嘿、okay, ，还好，还好我没有站在那个老头子旁边。哦，对对对，刚好你今天把碟子开，叶子没有来。哦，不行。对，我感觉上来说，这样子应该台上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那个奶奶跟爷爷的斗争。好，那在旁边这个奶奶，那奶奶介绍一下你的孙女啊。对呀、啊，她最乖的。最乖。奶奶是最戏里面最乖、最有气质啊，真的。大家都希望生出这样的。他今天小学六年级，来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樱桃小丸子的姐姐樱梅子。梅子，对。然后跟小丸子念同一所学校，然后我是六年级。
优秀的学生。真的，慢慢重新回到六年级，感觉自己还不错。对，心情都变幼稚了。真的，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太聪明的，就能接受。六年级长那么高，现在六年级发育真的很好。看来我懂了。比我妈妈还高啊！真的真的，妈妈等一下就出来了，那请奶奶跟姐姐先往后一步站，让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尤威，我是演是小丸子的爸爸，他是一个传统的大男人，小丸子是谁？其实跟小丸子一样是男人，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，只会发号施令。真的真的，平常那个小丸子爸爸的感觉上来说，在家里面就是晃来晃去的感觉，所以未来就在戏里面也是一样的。对，可以好好的做比较。非常特别期待演出的内容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因为相信大家对小丸子的白目都是很了解的。对，然后我有一个如此乖巧的大女儿，跟一个很天真浪漫的小女儿，所以在这边跟我妈妈对戏非常多，所以会还蛮期待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火花。哇，好棒！而且我觉得非常特别，是我演这个角色以后到现场，每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喊妈。啊，真的？我都喊妈。每个人看到我都妈。真的不瞒您说，您这一头卷发还真是今天的经典之作。真的，然后跟那个妈妈特别就是一模。再来就是小丸子，跟漫画书里面一个啊，你好，花了，你好，真的在那个整个真人版当中，你也是带的角色。可以这么说，在通常大家通常是说富二代，对，但其实是贵族世家，没错，虽然刚刚白家被拿过来了，对，通常啊、不是通常，花人同学呢，就是说啊，花人同学，我本名叫花人何燕，精通三国语。那我为大家示范。好，来慢慢听一下。有孔雀，孔雀，孔刷。哎，是同一个，是同一个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再换一个吗？不一样啊。是。孔琵琶。孔恰恰。哎，有，这是现在才两个，三个了。没有，现在比较不紧张。